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，现在是在录的时候，在海口是出现了非常大的这个风雨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雨势下得非常的大，而且路面上是很快就出现了比较深的积水。在狂风的推送下，这个海浪是在不断的翻腾，而且呢，时不时的就会有这个雨。那大家再看看这边，这边呢是这个渔港，在这个避风港内，这些一些小船和一些鱼排啊，是随着海浪在不断的上下的颠簸。那我们从当地的了解到，在昨天当地就已经是将鱼排上大概200多户的这个养殖户啊，已经紧急的转移了上岸，到了安全的区域。不过呢，在今天上午的时候，当地的边防官兵和镇村干部还在继续进行巡逻，防止有一些渔民呢回到自己的。下面呢，我们看到，这已经是大风啊，是吹起了数米高的巨浪啊，不断的向岸边拍来。那么这些浪呢，拍打在岸边的大石头上，激起了更高更大的一个水花。那么画面非常的震撼。刚才我们一路从文昌市城区往翁桶呢，也是被刮倒在路边，还有一些施工用的铁皮啊，也刮到了路的中间。可以说这一次